喜仙子，不仅重获新生，还晋升为上神之身，请受小仙一拜。仙翁请起。谢仙子。多谢仙翁这段时日的照料，灵犀感激不尽。哎，都是神尊的安排，小仙不敢鞠躬。我久未归家，心中惦念的很，先告辞了。哦，仙子慢走。仙翁不必送了。啊，天尊去了许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此去从军渊一来一回，又要去锁妖塔为神尊换回女娲石心，定然要花费很长时间。我是怕神尊撑不住啊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神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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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天尊，天尊，天尊，神尊他，天尊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你们看好他。是。天尊请。你怎么又来采蘑菇啊？我们已经一连吃了多少天了，还没吃够。青瑶姐姐不开心，我想煮蘑菇汤给她喝。她开不开心跟吃不吃蘑菇没关系。可是我只要吃到蘑菇就会很开心啊。那我帮你吧。好。Thank you.
雷心，臭狐狸，就这样，云峰为了救我姐，扛下了所有的罪责，如今被天宫封禁在紫武崖，不但要饱受千年石峰之苦，还每日早晚两次受雷击之刑，千年不改。日日如此，没想到这段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是啊，这如今的桃李几乎是我一个人在照看，都快撑不住了。无妨，如今我回来了，都会好起来的。你这次回来好像变了很多。有吗？这世间能让人改变的东西唯有时间和劫难，我运道不济，刚好都遇上了。是，你跟我姐的运道都不太好。师姐现在何处？